欢迎来到2023和平精英空投节，一起花式追空投的直播现场。选择出在接下来我们四排的三名队友，特种兵们都比以前要技术变得更厉害了，以前的这种活动当中从未体验过的吧？对，觉得跟大家玩就玩得开心就好了。准备好就开始。嗯，我觉得这一次的这首歌绝境之后获得胜利的这种快乐，逆风翻盘的感觉，